好，开始。它其实这个箱子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其实是一个红酒箱。哦。对。这个炉子要专门找。不用专门找，它是厨下型的。对。厨下型的。一个红酒箱啊。嗯。那我平常就可以拿来当桌子的。哦，没有放下去的时候可以当桌子。真的。那这个可以放在里面。嗯，收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变成，把它打开之后，想不想做它的用？那变形金刚的，对，多变，多变，多变。它、啊、这个就是家用的，家用的，然后平常可以用大瓶的瓦斯啦、桶，然后也可以这样换装。哎、欸，这样也 OK。哎、欸，回去把我爸那个桌子也改一下。你应该，你当然是我爸改啊！那个大叔怎么可能会拿那个？他只会拿摄影机。哎、欸，他不是只有这样，大哥。我要教大家玩，教大家玩，我要带领大家出来玩。这个也他自己做的，全部都自己做的，这么厉害？对啊，好厉害啊！不是他，这个不会是那个吧？有啦，他就是另外什么？这个不会是那个吧？是那个油桶蒸下来，你把大哥勾起来。嗯。哎呦，小心！是吗，大哥？你这个没有，这很早很早之前。是买现成的还是？很早之前。是买现成，我怎么觉得是那个油箱的那个？不是，很早油箱油桶那个桶。对啊。油桶。我告诉你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哦，最早期露营的商品只有这一种的。哦。没有让铝板的，就只有这一种的最早的。哎，可是现在大家都买这种。这个没有啊，这没买不到了、啊。有，不太一样。哦。我的是那个，我因为我帮有车友托我买，他是那个什么。不锈钢的，哦，不锈钢的，对，哎，一样找。好了，这最少这个换里面，这最少。好，我们上万下里面。它全部都是 DIY 的，这个不会自己做的吧？这个，老板这也自己做的吗？对啊，自己做的。你看砧板，砧板也自己做的。这一买先贵魂姐的这砧板，砧板我都刀子丢在里面了。啊，袋子绑起来就不碍事了。真的，机车也赢了，机车也赢，我就这样。真的很好，这个太困难了。嗯。没卖哦，没卖。大创的砧板，两块拢一块多啦。哦，真的哦，拢什么刀？哎，冰冷刀。啊，够另外一种，我较大只。啊，这台机啊刀。哦，你的刀真的好可爱。你刀超可爱的，我想要买。可以吗？大哥，我要买这个。那个在讲菜刀，我要这个来。那个找不到了。啊？准备要团购，我说找不到。我都是拍榜的那一个。我来看看。不会吧，连这个柜上面的也自己做？哪一个？这个啊，这个自己做啊。他同志自己弄的、啊，他自己弄哎、欸，他自己做的，而且很有质感、啊。对啊，质感很好。嗯，很厉害哦。他都带出去都是桌子是箱子啊。我椅子也自己做吧。他椅子只有框不是布自己车。布自己车。你的布，你会不会太能干了点？布都自己车哦，刀都收在一起。等一下哦，大哥，是你车还是老婆车？老婆不会车。大叔，你要检讨一下、啊。老婆不会车。你要检讨啦，你知道吗？他老婆要检讨，不是我要检讨。哎、欸，你那出门大家都是那个男士高手刀哎、欸，对啊。嗯、来、哦，我进去要看一下它里面、哦。我要脱鞋吗？不用。好，我要进来。哎、欸，听说他们这样带猫咪。猫咪在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他们叫猫咪。哦哟，哎、欸，你们家也有猫咪？第二台车有猫咪，没有、啊？是不是从小要带出来？对，对，好、哦，带猫咪。他从小我都带他出来。真的？嗯。哎、欸，他这个也会自己做的吗？对啊。不是啦，这个海泥根，海泥根的那个。做的模式都一模一样。啊啊啊！然后你自己把它贴那海泥根什么的那个。對對對對對對看得出来，他也蛮爱喝的啦。对对，没有啦，没有爱喝啦。你的箱子是比较有特别的。对啊，很有特别。我就说这里面。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个坐垫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这个坐垫就花了700块。对对，还有坐垫。这个坐垫花了700块。是不是可以拿来当？因为为什么？他做好的时候是一个板子。嗯。我觉得说很可惜啊，再做一个坐垫。然后可以当椅子。这个坐很好坐，你坐看，老板能坐看。我又是四班的那一个。哎呦。满满的电力，有暖呢，很暖哈，有暖，所以这个贵啊。而且你看哦，电池箱又加上那个，哎，刚好时间到了，而且一体有点过分。没有，这个咖啡也是自己做的，这个也是自己做的。它这个板子是 IKEA 的那个啊，我知道，上那个夹层板，可以去做的。夹层板，我当马龙有针，我刚好买两个租金，一片200，2片400，那个对折嘛。然后脚架是夜市摆摊用的那个。你说这个脚架？真的？哦，人家夜市摆摊那个啦。哎、欸，他们家
真的是那个全部也都是这样自己做的，很厉害耶，质感也很好。嗯，对，而且那木头的东西，它就是又有温度，会有对。对，比完全会有一个比白铁箱还要好，摸起来就有手气。没错，这可以做吗？你没塞贼，那也尽量不要。我帮你啊，你的体重一直可以的，这尽量不要了。对，我可以的，你坐上去，我怕他胖。因为我框是夹在外面是可以的，夹在里面的话就不行，因为框那个边框。你看它连里面哦，也都是自己打造的，超厉害的。这个我是从上一代的福利卡的车挪过来的，哦，脚架都很旧，你看都有历史。我觉得你也喜欢老东西。就是喜欢，就是有那个的。这个脚架特色就是收起来一竖，打开就好了。所以你现在车博很久了。车博其实也没有很久了，车子 free 卡的都十年嘛，free 卡是前十年嘛，是顶多这二十年。那就都哎，是对我们讲是前辈啊，对对对，二十年了。对啊，我们才两年不到。他用拼的啦，你看。这个是买现成，那个刚好找到，过来我用充气垫，他刚好那个什么哪一家家饰店在卖那个，刚好两个要出清，我好刚好两片啊，好啊，可以哦。它是那个玩具总动员的 logo 啊，所以很漂亮，它刚好配色 OK。你看这个床的配色，对啊，这个是你这个是布，是有铺棉的布，哎呦，你看这个我介绍这个东西比较特色，这是上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塑胶框，青钢架，哦，青钢架，青钢架的 L 边框。我自己把它折了，我找不到可以附边的，只有哎这个东西刚好，厚度板子厚度刚好，整个用青钢架，超特别，厉害呀！啊，也都是家用木片，对啊，我现在变四片可以改一人模式，对折，这边可以真的就做琉璃台，对对对，搬上来都可以用，完全不落地，一个人模式，两个人模式就这样，哦，对折就好了，先那边后前面两边放到这边来，椅子可以都可以做。整个是全部都是活动式的啦，对啊，你看，你看有多豆啊，对啊，全部都，然后椅子还保留着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以前我是把那椅子拆掉了，我想说看需求，椅子拆掉一个缺点，底下不能放东西，空间就被压缩，对啊，对，可是那没办法，不是，我还是会恢复这样嘛，不方便在这里空间不够，对，不过他那个就够了。对啊，他把它拆掉，他整个可以坐着。隔壁那一台啊，隔壁是拆的啦，椅子整个都拆掉了。我这已经在压最低了，以前好像到这边哦，更难那个练瑜伽。没有这种车，它的空间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啊，没差，我们这种活动，我们只是上面睡觉而已啊。那个是最近做的排风扇，你自己做的？对，排风扇。来哦，我们在外面看一下。连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一样。不是只有我们带两只，人家他们也带两只。他们也带两只。一个热水，一个冰块。哎呦，冰块！所以你有在喝？你有在冰块？应该是在喝威士忌哦。它是自动光出送出去，它就开了。它瓶就都盖起来了，你好厉害！你是什么做的？这是现成的啦，啊，只是我买这个东西来自己。这个东西有现成的。这个框，这个是我现成的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也是现成的。是现成的。它的风扇自己装的，很厉害呀！自己在喷漆啊，它这个板子也不用钱，板子就广告那个什么珍珠板。你会有一个，你这个只能把那个风由里面送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只要送出来，因为从那进来一送一出，我们那个负压的效果。变成再送出来，就让吸。可以吗？还是我带个电源来给你试。我电遥控器啊。我想说，我有那个，大吹起来变这样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这样风吹起来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四个啦，可是因为它现在没有插电了。然后不吹，不吹都盖起来，比较隐私感。然后风大就吵，风小就不吵。这种东西一定这样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他要没有办法，又要进。你来看他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不错啊，你来看。没注意耶。他下雨了，他下雨的时候。这个好特别啊，我要。对啊，就是一个。你走开。加长板。啊，这样下雨你有遇过会哒哒哒哒的声音？不会啊。不会喷进去。不会喷进去。有一次刚好下雨。都创可以开。来学习别人的创意哈，也不错哈，像这样子。有时刚好撞好下雨，你下雨你可以打很开，对不对？可以打到这样，就这样子啊。下雨你就打这样，应该再上来一点。上来再对对对对对，就让雨不会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那个车的清理窗很短了。你叫那个谁 ，Michael 58来学。你拍给他，我觉得他那个台X5可以这样子用。
用绳屏障起来。嗯。然后上面只是，他说这个门不能开哈，开了它就会掉。掉再装一次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没关系啦。啊。它就这样子装。哦。哦，你用一个胶条这样子。滑动也不会渗血。嗯。你看它这样装，哎、欸，很快啊。它这个应该跟我们那个车子那个胶条一样。好像它这个就是，他就把它顶上去啊，类似那个类似车子那个防，哎，类似防撞胶条，对，就顺着这个轨道把它，哎，我拿来哈、哦，这个胶条拿来那个气化灯的那个底部那个可以用，压着就好了，这样蛮方便的。对。OK， 好，超方便的，这样子还很方便的。